在今天的常规赛争夺中，最近状态不错的国王客场挑战魔术。比赛开始，乌切维奇命中中投，戈登里突外投，特伦斯罗斯连飙二记三分。首节结束，魔术31-26领先魔术五分。第二节开始，国王开始发力，别利他手感过烫，连中二记三分，希尔德院投三投三中，斯坦连续篮下打将。半场结束，国王59-56降比分反超，异地再战，魔术进攻端突然失灵，打铁连连，福克斯连续中投打将，希尔德远投再中，别利查里突外投，国王单节26-16晋升魔术10分。三节结束，国王85-72领先魔术13分。进入末节，两队分差一直维持在10分上下。最终国王客场107-99战胜魔术，喜迎四连胜。国王方面，希尔德25分11篮板3助攻，别利查21分8篮板，福克斯14分5助攻，考利斯坦14分11篮板，巴格利10分9篮板2助攻。魔术方面，戈登18分10篮板3助攻，乌切维奇15分15篮板4助攻。特罗斯罗斯17分2篮板2助攻，西蒙斯12分3篮板5助攻。